CY 鬼鼠洗脑，深圳比香港好。反洗脑抗争虽然成功阻挡 CY 硬推洗脑教育，但学堂堂话斋，魔鬼在细节啊，又被佢开口中。原来教育局用小学常识科国民教育嗰部分鬼鬼祟祟偷番薯染红，平时只会出常识科指引嘅教育局无啦啦出资源图，仲引用咗北区圣公会荣臻小学去年北上深圳嘅考察团做例子。唔使问阿贵，当然又系洗脑团啦，要学生了解中国改革嘅重要性同增加归属感。过程里面咧系有少少咧就系褒奖深圳嘅好处，同埋咧就系、话到俾啲学生听，你过去识嘅脑里面咧系可能话咩洗手间唔清洁啊，或者啲嘢唔系咁靓啊咁。但系而家咧你睇到啦，嗰、那个成就好好啊，嗰、那个交通网络好好啊咁样。梗系啦，带亲去嗰啲都系靓靓博物馆、少年宫、大商场参观，资源套入边嘅学生心声仲得人惊啊！学生嗰个感受咧，全部都系话：，哎，好啊，我以前咧系即系对国家咧系唔好添啊，仲以为啲地方污糟啊，而家经过睇完之后咧，原来咁好啊，咁我觉得真系有啲洗脑噶。其中一个学生仲话：深圳做嘢果断，香港就拖拖拉拉。作为校长嘅佢话：成个考察团内容偏颇，老师应该好坏都要话俾学生听。我又带佢去农历新年嘅时候睇下个车站，哇！啲人喺个车站度咧翘一只脚吓，啲花生系乱劈，又成啲人瞓晒喺街，咁样又搭唔到车，跟住咧就打交咁入到去。就算你有飞咧，你都坐唔到个位嘅吓，咁你先叫深入民心啊嘛。搞呢个团嘅荣臻小学话，教育局只系拣一部分嚟做例子，话校方有全面配套，系乜嘢唔肯讲啦。